庭佑，你没有去拿一个购物篮，这里有很多可以装哎。啊？对呀、啊。哇，老板，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了，怎么办？赶快进货，进货补货。这里有很多，对。盘子啊。你喜欢吃寿司吗？哇，你有好多盘子啊！你有吃蒜头哎！大家一起玩。报告。我要跟他说给我，然后他就不给。香蕉。阿舅，你要跟他学习沟通啊。辣椒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那你就要再沟通啊，或者就是要等一下，大家一起玩。有那么多个盘子，大家都可以玩，对不对？你回去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影片，看到你上电视，上电视，上 YouTube。是不是？对啊，像一从小到大的影片，我都上传在一个地方。所以，那你的我要怎么？你这样上 YouTube 搜寻那个孩子们的游乐场。啊，就是这个，他从小到大的影片，我都把它放在这里。啊，有时候就他们就在学校玩啊，或是我们去哪里溜滑梯，还是去什么亲子馆，哦，我都会把一些资料放在上面。哦。啊，这样你就不管到哪里，你也不用带什么随身碟啊，你要看随时都可以看。